听书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第457期，英国经典文学名著理智与情感，第三卷第12章。艾丽娜发现一件不幸的事情，不管你心里如何认定会发生，但期待中和发生后两者之间毕竟还有不同之处。他发现当爱德浩尚未结婚的时候，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抱有一线希望，希望能出现个什么情况使他不能与 Lucy 结婚，希望他自己能下定决心，朋友们能从中调解，或者 Lucy 能遇到什么良机奇缘促成大家皆大欢喜。但是他现在结了婚了，艾琳娜责备自己不该存有侥幸心理，这种侥幸心理大大增加了这条消息带来的痛苦。爱德华既然这么快就结了婚，没等他，照艾琳娜的想象当上牧师，因而也没等他获得牧师俸禄，这在起初使艾琳娜感到有点吃惊。但是她很快领悟到 Lucy 出于深谋远虑，一心只想赶快把他弄到手，除了担心拖延的危险之外，别的事情一概无所顾忌。他们结了婚，在城里结了婚，现在正急着赶到他舅舅家。爱德华来到离邦德不过四英里的地方，见到了他母亲的男仆，还听到了 Lucy 的话，这时他作何感想呢？艾丽娜想，他们很快就会在德拉福安居下来。德拉福就在这个地方，一系列事件激起了他的兴趣，使他既想了解又想回避。转身间他感觉他们住在自己的牧师孤馆里，发现 Lucy 是个活跃机灵的当家人，他把崇尚体面和克俭克勤融为一体，生怕别人看出他在节衣缩食。他一心一意追求自己的利益，极力巴结布朗的上校、詹尼斯太太以及每一位阔朋友。他知道爱德华怎么样，也不知道他该希望怎么样，他是幸福还是不幸福，这都不会使他感到高兴。他索性不去考虑他是个什么样子。艾琳娜满以为他们伦敦的哪位亲友会写信来告诉这件事，并且进一步介绍点具体情况，谁想一天天过去了还是杳无音信。他也说不上应该责怪谁，便干脆埋怨起不在眼前的不在跟前的每位朋友，他们一个个不是不体谅人就是手太懒。母亲，你什么时候给布朗的上校写信？他一心急想着找个法子，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。好孩子，我上星期给他写了封信，我期待能见到他，而不是再收到他的信。我恳切地督促他快来我们这里，说不定今明后天就会到。这话很起作用，使艾丽娜有了盼头，布朗的少校一定能带来点消息。艾丽娜刚想到这里，不料有人骑着马走来，她情不自禁地往窗外望去，那人在门口停住，他是位绅士，而且就是布朗的上校。现在他可以听到更多的情况了，期待之中他不禁颤抖起来。但是这不是布朗的上校，既不是他的风度，也不是他的身材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他要说这一定是爱的话。他再一看，他刚刚下马，他不会搞错，就是爱的话。他离开窗口坐了下来，他特地从普莱特家赶来看望我们，我一定要镇静，一定要控制住自己。转瞬间他察觉别人同样意识到这一错误，他发现母亲和 Marian 脸色变了，发现他们都在望着他，相互耳语了几句。他真恨不得能告诉他们，让他们明白他希望他们不要冷落他、怠慢他，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出来，
只好听任他们自行其事。大家一声不响，都在默默地等着客人出现。先是听到他走在压石路上的脚步声，一眨眼功夫他走进走廊，再一转眼他来到他们面前。爱德华进房的时候神色不太快活，甚至在艾丽娜看来也是如此。他的脸色因为急促不安而变得发白，看样子他担心受到冷遇。他知道他不配受到冷遇。可是达什伍特太太心里一热，还是想一切听从女儿的，于是她自信是遵照女儿的心愿，抢作笑颜地迎上前去，把手伸给她，祝她幸福。爱德华脸色一红，结结巴巴地回答了一句，听不清说的是什么。艾丽娜只是随着母亲动了动嘴唇，动完之后又巴不得自己也和她握握手，但是已经为时过晚，他只好带着想要开城先见的神气重新坐下，谈起了天气。 Marian 尽量推到隐蔽的地方，不让别人看见他在伤心。 Margaret 对情况有所了解，但又不全了解，他认为表示尊严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，因此找了个离爱德华尽可能远的地方坐下，一直沉默不语。艾丽娜对这干燥季节表示完喜悦之后，出现了非常糟糕的冷场。达什伍特太太打破了沉默，表示但愿爱德华离家时 Fallison 太太一切都好。爱德华慌忙做了肯定的回答，再次冷场。艾丽娜虽然害怕听到自己的说话声，但她还是硬着头皮说道， Fallison 太太在朗斯特普尔吗？在朗斯特普尔。爱德华带着惊讶的神气答道，不，我母亲在城里。我的意思是，艾丽娜一面说一面从桌上拿起针线活，问问爱德华菲利森太太的情况。艾丽娜不敢抬眼看，但她母亲和 Marian 却一起把目光投向爱德华。爱德华脸上一红，似乎有些茫然，疑惑地望了望，犹豫了一阵之后说道，也许你指的是我弟弟，你指的是劳帕的弗朗森太太。劳帕的弗朗森太太， Marian 和母亲带着极为惊奇的语气重复说道。艾丽娜虽然说不出话来，她的眼睛却带着同样急切惊奇的神情凝视着爱德华。爱德华从座位上立起身走到窗前，虽然不知道如何是好，他拾起一把放在那儿的剪刀，一边说话一边乱剪，不仅把剪刀鞘剪得粉碎，把剪刀也剪坏了。这时只听他急忙说道，也许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可能还没听说，我弟弟最近同那位二小姐 Lucy Steer 小姐结婚了。在场的人除了艾丽娜之外都带着不可言状的惊奇表情，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。艾丽娜一头伏在针线活上，只觉得心情过于激动，简直不知道自己待在哪里。是的，爱德华说，他们是上星期结婚的，现在在道里西。艾丽娜再也坐不住了，他几乎是跑出了房间，刚一关上门便喜不自禁地哭了起来。他起先以为喜悦的泪水永远也止不住了，爱德华本来始终没有朝他那里看，直到那时他才瞧见他急急匆匆地跑走了，也许看见甚至听见他激动的感情，因为他紧接着就陷入沉思，任凭达什伍特太太说什么话提什么问题谈吐多么亲热，都无法打破这种沉思。最后他一言不发地离开房间朝村里走去，留下的人见他的处境发生了如此奇妙如此突然的变化，不由得感到惊奇不已，
大惑不解，而这种困惑之感，除了凭借他们之自己的猜测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消逝。理智与情感，第三卷，第十三章。虽然在达士文的母女看来，爱德华解除婚姻一事似乎是不可思议的，但他确实是解除了婚约，而他将如何利用这次解约，却被他们大家轻易地预料到了。因为四年来，他没有征得母亲的同意，已经尝到了一次轻率订婚的甜头。现在这门婚事吹了，谅他会马上再订一次亲。其实爱德华来邦德的任务很简单，就是请求艾莉娜嫁给他。鉴于他在这种问题上并非毫无经验，这一次他居然会如此惴惴不安，如此需要别人加以鼓励，需要出去透透新鲜空气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不过他路上如何迅速地坚定了决心，如何迅速地将决心见出行动，又以何种方式表达争取，这一切都毋庸赘述。需要说明的只是四点钟光景，大约在他到来三个钟头之后，大家一道坐下来吃饭的时候，他已经把他的意中人捞到手了，并且取得了他母亲的同意。他声称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，这不仅出自情人的狂喜，而且不管从情理和实际来看，他也的确如此。他的情况确实令他异常高兴，除了求爱被接受之外，他还有别的事情使他心潮格外澎湃，情绪格外高昂。他丝毫不用责备自己，他终于摆脱了一起长期给他造成痛苦的爱情纠葛，摆脱了一个他早已不再爱慕的女人，而且立即一跃赢得了另外一个女人。可是像当初他刚刚产生这个念头时，心里几乎是绝望的。他不是从疑虑不安，而是从痛苦不堪中转而获得了幸福。他毫不掩饰地表白了这种变化，那股发自内心感激不尽永流不止的欢快劲头，他的朋友们以前从未见过。他向艾丽娜敞开了心扉，他供认了自己的全部缺点和过失，并且带着24岁的人所具有的明哲和尊严，述说了自己最初对 Lucy 的幼稚的眷恋。这是我的愚蠢和惰性引起的，他说，是我人情世代全然无知的结果，无所事事的结果。我18岁脱离普莱特先生关照的时候，我母亲若是给我点事情干干，我想，不，我敢肯定这种事情绝不会翻生。因为我离开朗斯普特尔的时候，虽然自以为对他的外甥女儿喜爱得不得了，但是我假如有点事情干，让我忙上几个月，和他疏远几个月，特别是多跟世人打打交道，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会这样做的。那我很快就会消除对他异想天开的眷恋。可是我回到家里却没有事情干，既没给我选好职业，也不让我自己选择，完全无所事事。在随后的第一年，我甚至连个大学生名义上应该忙碌的事情都没有缘分，因为我直到19岁才进入牛津大学。我在世上无事可做，只能沉浸于爱情的幻想，再加上我母亲没给我安排个舒舒适适的家，我与弟弟不友好，合不来，又讨厌结识新朋友，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常往朗斯特普尔那里跑，因为我在那里总觉得很自在，总会受到欢迎。就这样，我从18岁到19岁绝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那里。 Lucy 似乎非常和蔼，非常可亲，人长得也很漂亮，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。
我很少见到别的女人，没法比较，看不出她有什么缺陷。因此，考虑到这一切，尽管我们的订婚是愚蠢的，而且被彻底证明是愚蠢的，但是我希望，这在当时并非是不近人情、不可宽恕的蠢行。仅仅几个小时，就给当时我的母女心里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和幸福，他们完全渴望洋洋得意地度过一个不眠之夜。当时我的太太高兴得有点忐忑不安了，她不知道如何喜爱爱德华，如何赞美艾琳娜才好，不知道如何才能对爱德华的解除婚约表示足够的庆幸，而又不伤害她那脆弱的感情，如何才能既给他俩一起畅谈的闲暇，又能按照他的心愿多瞧瞧他们，多和他们欢聚一会儿。 Marian 只能用眼泪表示他的喜悦，他难免要做比较，要懊悔他的喜悦之情虽然像他对姐姐的钟爱一样真心诚意，但是这种喜悦既没使他振奋起来，也没使他开口说话。可是艾莉娜，她的心情应该如何描写呢？从她得知 Lucy 嫁给了别人，爱德华解除了婚约，到她证实她有理由如此迅速地燃起希望之火，在这段时刻里，她心里百感交集，难以平静。但是这段时刻过后，当她消除了一切怀疑，一切焦虑，将她现在的情况和刚才的情况一比较，见他体面地解除了婚去的婚约，见他当即从解除中获得益处，向他求婚，就像他一直料想的那样，向他表露了深沉坚贞的爱情。这时他喜出望外，反倒变得沉闷起来，因为人心好喜不好悲，一见到形势好转就容易激动，所以他需要经过几个小时才能平静下来。现在爱德华在农舍里至少住了一个星期，因为不管他们对他会有什么别的要求，他与艾莉娜欢聚的时间不能少于一个星期，否则谈起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心里的话连一半也说不完。对于两个正常人说来，滔滔不绝地说上几个钟头，谈论的问题确实要比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来得多，然而对恋人来说，情况却不然了。在他们之间，一个话题至少得重复20遍才能完结，否则甚至都算不上交谈。 Lucy 的结婚理所当然是他们大家最感到惊奇不已的事情，当然也构成了两位情人最早谈论的话题之一。艾莉娜对男女双方有着特别的了解，他们的婚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是她平生听到的一个最异乎寻常、最不可思议的现象。他们怎么会凑到一起？ Robert 受到什么诱惑，竟然娶了一个他亲自听他说过他一点儿也不爱慕的姑娘？况且这个姑娘已经同他哥哥订了婚，他哥哥为此还遭到家庭的遗弃，这一切真叫他百思不得其解。就他的心愿来说，这是桩大好事，就他的想象而言，事情甚至有点荒唐，但是就他的理智和见识而论，这完全是个谜。爱德华只能试图做做解释，凭借想象说，也许他们先是不期而遇，一方的阿谀奉承激起了另一方的虚荣心，以致逐渐导致了以后的事情。艾莉娜还记得 Robert 在哈利街对他说的话，他谈到他若是及时出面调解的话，他哥哥的事情会出现什么局面，他把那些话向爱德华重复了一遍。 Robert 就是那种人，爱德华马上说道，也许他当即接下去说，他们刚开始认识，他脑子里可能就有那个念头。
Lucy 起初也许只想求他帮帮我的忙，图谋不轨可能是后来的事情。不过他们之间究竟图谋了多久，爱德华像艾莉娜一样也是不得而知，因为自从离开伦敦之后，他一直情愿待在牛津，除了收到 Lucy 的信，没有别的办法能听到他的消息。而 Lucy 的信件直到最后既不比以往见少，也不比以往显得情淡爱迟，因此他丝毫没有起过疑心，对后来的事情一点没有思想准备。最后 Lucy 来了一封信，给他来了个突然袭击，的的确确当时一听说自己给解除了这样一门婚约，真是又惊又怕又喜，不禁发了半天呆。他把那封信递到艾莉娜手里。亲爱的先生，鉴于我肯定早已失去了你的爱情，我认为自己有权利去钟爱另外一个人，而且我毫不怀疑，我与他结合将是和我一度认为的与你结合一样幸福。你既然把心都交给了别人，我就不喜欢同你结婚。我衷心祝愿你做出了幸运的抉择。如果我们不能一直成为好朋友，我们现在的近亲关系使得我们理应如此，那可不是我的过错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对你没有恶意，我还相信你是个宽怀大度的人，不会来拆我们的台。你弟弟彻底赢得了我的爱情，因为我们两人离开了就活不下去。我们刚到教堂结了婚，现在正在奔赴多利西的途中，因为你亲爱的弟弟很想看看这个地方，我们准备在那里逗留几个星期。不过我想先写信告诉你，恕不多言，你永远诚挚的祝福者、朋友和弟媳 Lucy Florence 敬上。大扎我已全部付之一炬，尊相一有机会定将复还，请将着书烧掉，至于戒指和头发你尽可保留。艾莉娜看完信又一声不响地递了回去。我不想问你对这封信的文笔有什么看法，爱德华说，要在以前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的信拿给你看，作为弟媳已经够糟糕了，但若是作为妻子，我一见到他写的信就脸红。我想必可以这样说，自从我们的蠢事开始头半年以来，这还是我从他那儿收到的唯一的一封信，其内容可以弥补其文笔上的缺陷。歇了半刻，艾莉娜说道，不管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，他们肯定是结了婚了。你母亲自作自受，这是对她最恰当不过的惩罚。她因为对你不满，便把一笔足以维持生计的资产赠给 Robert， 结果是他有能力自己选择。实际上他是在用一年1000磅的资金收买了一个儿子，去做被他剥夺了财产继承权的另一个儿子想做而没做的事情。我想 Robert 娶 Lucy 给他带来的打击很难说会比你娶 Lucy 给他带来的打击小，他只会受到更大的打击，因为 Robert 一向都是他的宠儿，他将会受到更大的打击，而且基于同样的原因，他也会更快地原谅他。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，爱德华不得而知，因为他没有同家里任何人联系过。他收到 Lucy 的信，不到24小时就离开了牛津，心里只有一个目标，要取最近的路赶到邦德，因而没有闲情意志去考虑与那条路上有没有联系紧密的行动安排。他与大叔的小姐的命运不落实下来，他什么事情也不能干。他如此刻不容缓地追求这一命运，这就可以推想，尽管他一度
嫉妒过布朗的上校，尽管他对自己的估价比较谦虚，谈起自己的疑虑比较恳切，但是整个来说，他并不期待他会受到冷遇，但实际上他偏说他确实是这么期待的，而且说得那么娓娓动听。不过他一年以后这话会怎么说，那就只得留给做夫妻的去想象。露西早先让汤姆森给他们捎来了个口信，这当然是个骗局，只在恶意重伤爱德华。对此艾莉娜看得一清二楚，对于爱德华自己，她现在彻底看透了露西的本性。她毫不迟疑地相信她性情邪恶乖戾，再卑鄙的事情都干得出来。虽然她甚至早在认识艾莉娜之前，就从她的一些见解中看出了她的无知和狭隘，但她把这些缺陷都归咎于缺乏教育的结果。直至收到他最后一封信之前，他一直认为她是个和蔼善良的姑娘，对她一片深情，只是因为抱有这种信念，他才没有结束这起婚约。虽然早在他母亲发现后对他大发雷霆之前，这门亲事就一直是他烦恼和悔恨的根源。当我被母亲抛弃，看来孤立无援的时候，爱德华说，我认为不管我的真实感情如何，我有义务加以克制，让他选择是否继续保持婚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动任何人的贪心和虚荣心，而他又如此诚恳，如此热切地坚持要与我同甘苦共命运，这叫我怎么能设想他的动机不是出自纯正无私的爱情呢？即使现在我也无法理解他出于什么动机，或者说他幻想这对他有什么好处，偏要委身于一个他丝毫也不爱慕的人，而这个人不过只是有2000磅的财产。他无法预见布朗的上校会赠送我一份牧师俸禄，他是无法预见，不过他也许在想，说不定会出现对你有利的情况，你家里人也许迟早会发发慈悲。无论如何，继续婚约对他并不损害，因为他已证明这既不束缚他的意向，也不束缚他的行动。这当然是一门很体面的亲事，很可能取得亲友们的体谅。如果不能出现更有利的情况，那她嫁给你总比独身要好。当然爱德华马上认识到，没有什么事情比 Lucy 的行为更自然了，也没有什么事情比她的动机更昭然若揭。艾莉娜严厉责备爱德华，就像女人总是责备男人行为轻率，而这种轻率又抬高了女人的身价，说她在罗拉同他们共处了那么长时间，他应该感到自己的反复无常。你的行为当然是非常错误的，他说，因为且不说我自己有什么看法，我们的亲属都因此而产生了错觉，异想天开的期待着一些照你当时的处境来看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爱德华只好推说自己太无知，误信了婚约的力量。我头脑真简单，以为我和别人定有婚约，同你在一起不会有危险，只要想到婚约就能使我的心像我的尊严一样圣洁无瑕。我感到我爱慕你，但我嘴对自己说那只不过是友情而已。直到我开始拿你和 Lucy 进行比较，才知道我走得太远了。我想从那以后我不该继续赖在苏塞克斯不走。后来我甘愿待在那里的理由不外乎是这样的，危险是我个人的，除我自己之外我并不损害任何人。艾莉娜微微一笑摇了摇头。爱德华高兴地听说布朗的上校
即将光临农舍。说真的，他不仅想跟布朗特深交，而且想趁机向他相信，上校要把德拉福的牧师职位赠给他。对此，他再也不感到不愉快了。他说，我当时很不礼貌地道了声谢，他现在一定以为我一直没有宽恕他，要送我这份俸禄。现在他感到惊讶，他居然从未去过那个地方。不过他以前对这件事太不感兴趣，现在能对那儿的住宅、花园、土地、教区范围、土质状况以及十一税率有所了解，完全归功于艾莉娜。她从布朗特上校那儿听到大量情况，而且听得非常仔细，因而对此事了如指掌。在这之后，他们两人之间只剩下一个问题还悬而未决，只剩下一个困难还有待克服。他们由于相亲相爱而结合在一起，赢得了真正朋友的啧啧称赞，他们相互之间非常了解，这使他们无疑会获得幸福。他们唯一缺少的是生活费用，爱德华有2000镑，艾莉娜有1000镑，这些钱再加上德拉福的牧师俸禄，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全部资产，因为达什沃的太太不可能资助他们，而他们两人还没有热恋到忘乎所以的地步，认为一年350镑会给他们带来舒适的生活。爱德华对母亲可能改变对他的态度，并非完全不抱希望，相反，他就只靠从他那里得到他们的其余收入。可是艾莉娜却不存有这种指望，因为既然爱德华还是不能娶莫顿小姐为妻，既然弗兰森太太过去在奉承他选择艾莉娜时只说比选择 Lucy Steer 危害要小一点，那么他不免担心 Robert 这样冒犯他的母亲，除了肥了 Fanny 之外不会产生别的结果。爱德华别后约4天，布朗特上校也来了，一则是达什沃的太太彻底感到遂心如意，二则是他自从迁居邦德以来第一次有幸迎来这么多客人，一直家里都容纳不下了。爱德华享有先来的特权，布朗特先生每天晚上只好到邦德庄园的老住处去投宿，第二天早晨又往往早早地从那儿返回来，正好打断那对恋人早饭前的第一次密谈。布朗特上校曾在德拉福住了3个星期，3个星期以来，至少在每天晚上，他闲着没事儿，总在盘算35岁与17岁之间的不相协调。他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到邦德，只有看到 Mary Ann 恢复了元气，受到他的友好欢迎，听到他母亲鼓舞人心的语言，才能振奋起来。果然，来到这样的朋友之间，受到如此的厚待，他真的又变得兴致勃勃起来。有关 Lucy 结婚的消息还没传进他的耳朵，他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，因此他来访的头几个小时全是用来听听新闻，边听边感到惊讶。达什沃的太太向他原原本本地做了介绍，他发现原先给弗兰斯先生帮了点忙，现在更有理由为之庆幸了，因为最终是艾莉娜从中得到了好处。不用说，两位先生的交往越深，彼此之间的好感也越发增长，因为不可能出现别的结果，他们在道义和理智上、性情和思维方式上都很相近，即使没有其他诱惑力也足以使他们友好相处，而他们又爱着两姐妹，而且是非常要好的两姐妹，这就使得他们的相互尊敬成为不可避免和刻不容缓的了，否则那就只好等待日久见人心了。城里的来信若在几天之前，倒会使艾莉娜浑身的神经都跟着激动起来，可是现在收到读起来
感到的与其说是激动，不如说是喜悦。詹森太太写信来告诉这奇异的故事，发泄他对那位负心女子的满腔义愤，倾吐他对可怜的爱德华先生的深切同情。他确信爱德华先生过于娇宠那小荡妇了，现在待在牛津据说心都快碎了。我认为，他接着写道，从来没有什么事情搞得这么诡异，因为仅仅两天前 Lucy 还来我这里坐了两三个小时，没有一个人对这件事起过疑心，就连拿西这个可怜人也没疑心过。他第二天哭哭啼啼地跑来了，吓可怜巴巴的唯恐弗朗森太太找他算账，同时也不晓得如何去普利茅斯。看样子 Lucy 去结婚之前把他的钱全借走了，想必是有意要摆摆阔气。但是可怜的纳西总共剩下不到七弦令，于是我很高兴地送给他五个基尼，把他送到 Exit， 他想在那里与伯杰斯太太一起待上几个星期，希望像我说的那样能再次碰到博士。应该说 Lucy 不带着拿西乘马车一起走，这是再缺德不过了。可怜的爱德华，我没法忘掉他，你应当请他去帮德 Marian 小姐，应当尽力安慰安慰他。当时我的先生的来信语气更加严肃，范尼森太太是个最不幸的女人，可怜的范妮感情上极其痛苦，她认为这两个人受到如此打击还能幸存于世，真叫她谢天谢地，惊叹不已。 Robert 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，不过 Lucy 更是罪大恶极，以后再也不会向弗兰森太太提起他们两个人，即使弗兰森太太有朝一日会原谅他儿子，他绝不会承认他的妻子是他的儿媳，也绝不会允许他出现在他面前。他们暗中搞秘密活动，这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大大加重了他们的罪过。因为假使这事引起了别人的怀疑，就会采取适当的措施阻止这门婚事。他要求艾丽娜同他一起对这一情况表示遗憾，宁肯让 Lucy 与爱德华结婚，也不该让他在家中造成这更大的不幸。庄接着这样写道，弗兰森太太迄今还从未提起过爱德华的名字，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奇，不过使我们大为惊讶的是，在这关口家里没有收到爱德华的片纸只字，也许他怕招惹是非，干脆保持缄默，因此我想往牛津写封信给他个暗示，就说他姐姐和我都认为他应该写一份中肯的求情书，或许可以寄给范妮，再由范妮转给他母亲，谁也不会见怪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弗兰森太太心肠软，最希望同自己的子女保持良好的关系。这段话对爱德华的前途和行动颇为重要，他决定试图争取和解，虽然不完全遵照他姐夫姐姐指出的方式。一份中肯的求情书，爱德华重复道，难道他们想让我祈求母亲宽恕，罗伯特对他忘恩负义，对我背信弃义？我不能委曲求全，我对这件事情既不感到丢脸，也不为之忏悔，我觉得非常幸福。不过他们对此不会感兴趣，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情好求。你当然可以要求得到宽恕，艾米娜说，因为你犯了过错，我倒认为你现在不妨大胆一些，对那次订婚惹得你母亲生气表示于心不安。爱德华同意可以这样办，当他宽恕你之后，你再承认第二次订婚，或许要谦恭一点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几乎与第一次订婚一样轻率。对此，爱德华没有什么好反对的，但他
仍然不肯写一封中肯的求情信。他公开声称要做出这种不体面的让步，他宁肯亲口去说，也不愿写信表示。因此为了不难为他，他们决定他不给范妮写信，而是跑一趟伦敦，当面求他帮帮忙。如果他们当真愿意促成这次和解， Marian 带着重新显现的坦率性格说道，我会认为即使庄和范妮也不是一无是处。布朗的上校只待了三四天，两位先生便一道离开邦德，他们马上就去德拉福，以便让爱德华亲自了解一下他未来的寓所，并帮助他的恩人和朋友决定需要做出哪些修整。在那里待上两夜之后，他再启程去伦敦。理智与情感，第三卷，第十四章。范伦森太太有个弱点，就怕别人说她太心慈手软，因此为了遮人耳目，她先是很有分寸地坚决推脱了一阵，然后才把爱德华叫到面前，宣布他又成了他的儿子。最近十日里，他家里简直乱了套，多年来他一直是有两个儿子，但是几周前爱德华自作自受，使他失去了一个儿子，接着 Robert 又同样自作自受，半个月来他一个儿子也没有了。现在通过爱德华的幡然悔悟，他又有了一个儿子。爱德华尽管再次得到生存的权利，在他透露目前的订婚之前，并不感到自己的继续生存是万无一失的，他担心这件事情一公之于众，就会突然改变他的身份，像前次那样马上被宣布为不复存在。他带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小心翼翼地做了透露，出乎意料之外，听的人显得异常平静。起先范伦森太太尽量以礼相劝，动员他不要和达什沃德小姐成亲，告诉他莫顿小姐是个更高贵更有权的女人。为了增强说服力，他又谈论莫顿小姐是贵族的女儿，有30,000财产，而达什沃德小姐只是个无名绅士的女儿，财产不到3,000。可是当他发现爱德华虽然承认他说的千真万确，但他绝不想俯首听命。他根据以往的经验推断，最明智的办法还是顺从他，于是做母亲的心情不快地单言了一阵之后，这都是为了维护他的尊严，防止有人怀疑他心肠太好，终于发布命令同意爱德华与艾丽娜结婚。他准备如何帮助他们增加收入，那是下一步考虑的事情。不过有一点很明确，虽然爱德华现在是他唯一的儿子，但他绝不是他的长子了，因为他一方面不可避免的要赠予 Robert 1年1,000，另一方面又甘愿看着爱德华为了充其量不过250的收入而去当牧师。他除了原先送给爱德华和 Fanny 1人10,000以外，对现在和将来没有做出任何别的许诺。不过这倒满足了爱德华和艾丽娜的欲望，而且超出了他们的期望。倒是范伦森太太自己却在装腔作势的自我辩解，似乎只有他在为自己没有多给表示惊讶。爱德华取得了足以满足他们需要的收入，在获得牧师职位之后便一切具备，只等新房了。巴朗的上校可谓快点迎接艾丽娜，房子正在大加修缮，艾丽娜一心等着快点完工，谁料像往常一样，因为工人莫名其妙的拖拖拉拉，工程总是迟迟不能竣工，艾丽娜非常的失望。她千失望万扫兴的等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便遵照惯例
打破了当初关于不准备就绪不结婚的明确誓言，趁早秋时节在邦德教堂举行了婚礼。他们婚后的第一个月是同他们的朋友一起在大宅地里度过的，从这里他们可以监督牧师公馆的工程进展，随意到现场指挥指挥，可以选择糊墙纸、规划灌木丛、设计远景。詹妮斯太太的预言虽然点错了鸳鸯谱，但是根本上兑现了，因为她可以赶在米迦勒节前到牧师公馆拜访爱德华夫妇，而且正如她所确信的那样，她发现艾丽娜和她的丈夫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夫妻。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别的奢望，只盼着布朗的上校和 Marion 能结成良缘，他们的奶牛能吃到上好的牧草。他们刚定居下来，几乎所有的亲友都赶来拜访。弗朗森太太跑来瞧瞧这对幸福的小夫妻，当初允许他们结婚时他还真有点羞愧呢。就连达什伯的夫妇也不惜破费从苏塞克斯远道而来向他们道喜。一天早晨，他们一道在德拉福大宅地门前散步时，庄说道：我的好妹妹，我不想说我感到失望，这样说也许有点过分，因为事实上你当然是这世上最幸运的年轻女人。不过坦白地说，我假如能把布朗的上校称作妹夫，那我会感到高兴之至。他在这里的财产、地位和住宅，一切都是那样体面，那样优越，还有他的树林，现在生长在德拉夫坡林上的那种树木，我做多塞特郡其他地方还从未见过呢。也许白软不像是个对他有吸引力的姑娘，不过我想你们最好让他俩经常和你们待在一起，因为布朗的上校在这里非常怡然自得，谁也说不上会出现什么情况。因为如果两个人碰到一起，见不到其他任何人，你们总有办法把麦瑞安打扮得绰约多姿。总而言之，你们不妨给他个机会，你懂得我的意思。且说弗朗森太太虽然来看望儿子儿媳，而且总是装作对他们颇有情意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得到他的欢心与宠爱，那是由于罗伯特的愚蠢和他妻子的狡诈引起的。没出几个月，他们倒赢得了弗朗森太太的欢心与宠爱。 Lucy 的自私与精明最初使罗伯特陷入窘境，后来又为他摆脱窘境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因为他那唯唯诺诺、大献殷勤和百般奉承的本领，一旦得到机会施展，弗朗森太太便宽容了 Robert 的选择，完全恢复了对他的欢心。 Lucy 在这件事件中的整个行为及其获得的荣华富贵，可以被视为一个极其鼓舞人心的事例，说明对于自身利益只要刻意追求、锲而不舍，不管表面上看来有多大阻力，都会取得圆满成功。除了要牺牲时间和良心之外，别无其他代价。罗伯特最初去找他，在贝塔利塔大楼对他进行私访时，本是带着他哥哥所说的目的去的。他只打算劝说他放弃这门婚事，再说他不过就是要制服两个人的感情，他便自然而然地认为谈上一两次就能解决问题。不想在这一点上，也只是在这一点上，他算计错了。因为虽说 Lucy 给他希望，觉得凭着他的能说会道迟早总会说服他，但每次总是需要再见一面、再谈一次才能达到说服他的目的。他们分别的时候， Lucy 心里总是存有几分疑虑，只有同他再谈半个小时才能消失。就用这个办法，他把他给套住了。
事件往后就顺当了，他们不再谈论爱德华，而是渐渐地只谈起 Robert。 一谈起自己， Robert 总是比谈论什么话题都健谈，而 Lucy 也马上显得同样兴致勃勃。总之一句话，双方迅即发现 Robert 已经完全取代了哥哥的位置，他为他赢得了 Lucy 的爱情感到得意，为他戏弄了爱德华感到骄傲，为不经母亲同意而秘密结婚感到自豪。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大家已经知道，他们在道里西非常快乐地度过了几个月，因为 Lucy 可以摆脱许多亲戚旧交， Robert 还设计了几幢豪华的农舍。他们随后回到城里，在 Lucy 的唆使下，经 Robert 简简单单的一要求，便取得了 Finlayson 太太的宽恕。理所当然，一开始得到宽恕的只是 Robert， Lucy 对她母亲本来就不负有义务，因而也谈不到背信弃义。又过了几个星期，她仍然没有得到宽恕，但是她继续装作低三下四的样子，一再对 Robert 的罪过引咎自责，对他自己受到的苛刻待遇表示感激，最后终于受到了弗兰森太太的赏识。尽管太太表现得有些傲慢，但 Lucy 身为他的宽宏大量所折服。此后不久，他便迅速达到了最受宠爱、最有影响的地步。对于弗兰森太太说来， Lucy 变得像 Robert 和 Fanny 一样必不可少。爱德华因为一度想娶她而一直得不到真诚的谅解，艾莉娜虽说财产和出身都胜她一筹，但却被当成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失去了长子的权利，可能使许多人感到疑惑不解。而 Robert 凭什么继承了这个权利，可能会使人们更加疑惑不解。这种安排如果说没有正当的原因，其结果却是无可非议的。因为从 Robert 的生活派头和说话派头来看，一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对自己的巨额收入感到懊悔，既不懊悔给他哥哥留得太少，也不懊悔自己捞得太多。如果再从爱德华处处注意履行自己的职责，越来越钟爱自己的妻室，总是兴高采烈的情形来判断，他似乎对自己的命运同样感到称心如意，并不希望和他弟弟来个对调。艾莉娜出嫁之后，经过妥当的安排，一方面使自己尽量少与家人分离，一方面又不让邦德农舍完全荒废，因为他母亲妹妹有大半时间和他住在一起。达什沃特太太之所以频频来到德拉福，既有散散心的打算，又有策略上的考虑，因为他想把 Mary Ann 和 Blunt 上校撮合到一起的愿望，虽然比庄所说的磊落得多，但是也着实够热切的了。现在这已成为他梦寐以求的目标，尽管他十分珍惜和女儿在一起的机会，但是他更愿意把这种乐趣永远让给他的尊贵的朋友。况且亲眼见到 Mary Ann 嫁进大宅地，也是爱德华和艾莉诺的愿望，他们都感到了上校的悲伤和自己的责任。他们一致认为 Mary Ann 将给大家带来慰藉。 Mary Ann 在这样的共谋之下，他如此了解校的美德，上校对他的一片深情早为大家有过目睹，最后终于也被他认识到了，他该怎么办呢？ Mary Ann 达什沃特天生有个特殊的命运，他天生注定要发现他的看法是错误的，而且用他的行动否定了他最喜爱的格言。他天生注定要克服17岁时形成的那股钟情，而且怀着崇高的敬意和真正的友情，自觉自愿地把心交给了另一个人。而这另一个人由于过去的一次恋爱经历遭受的痛苦并不比他少，
就是他，两年前被麦瑞安认为太老了，不能结婚。就是他，现在还要穿着法兰绒马甲保护身体。不过，事情就是如此，麦瑞安没有像他一度天真的期望的那样，沦为不可抗拒的感情的牺牲品，没有像他后来头脑冷静下来所决定的那样，准备一辈子守在母亲身边，唯一的乐趣就是闭门读书。如今到了19岁，他发觉自己屈从于新的情感，担负起新的义务，安顿在一所新居里，做了妻子、家庭主妇，一个村庄的女保护人。布朗上校就像最喜爱他的人们认为的那样，现在理所当然的是非常幸福的。麦瑞安为他过去的一切创伤带来了安慰，有他关心，有他作伴，他的心智恢复了活力，情绪重新欢快起来。每个明眼的朋友也都高兴地认识到麦瑞安给他带来了幸福，也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。麦瑞安爱起人来绝不会半信半疑，他的整颗心就像一度献给了威勒宾那样，现在终于完全献给了他的丈夫。威勒宾听到他结婚的消息，不能不感到极度悲痛。过了不久，史密斯太太故意宽恕了他，将对他的惩罚推向极点。史密斯太太明确表示，他与一个正派的女人结婚，本是他厚道他的前提，这就使他有理由相信，想当初他假若能体面地对待 Marian， 他马上就会获得幸福，变得富有起来。威利宾悔恨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给他带来的惩罚，他的忏悔是诚恳的，无可怀疑的。同样无可怀疑的是，有很长时间他一想起布朗的上校就满怀妒忌，一想起 Marian 就懊悔莫及，但是说他永远得不到安慰，说他要远离尘嚣，养成阴郁消沉的习惯，最后死于过度悲伤，这可令人无法置信，因为他并非如此。他顽强地活着，而且经常活得很快活，他的妻子并非总是默默不乐，他的家里并非总是郁郁寡欢，他的马、他的狗以及各种各样的游猎活动都给他带来了不少家居之乐。尽管失去麦瑞安以后使他变粗野了，但他一直对麦瑞安怀有明显的敬恋之情，使他对降临到他头上的每件事都深感兴趣，使他暗中把他视为女人中十全十美的典范。在以后的岁月里出现了不少美丽的少女，只因比不上布朗特夫人而被他嗤之以鼻。达什沃特太太比较慎重，仍然住在农舍里，而没有搬到德拉福。使庄爵士和詹妮斯太太感到幸运的是，麦瑞安出嫁之后，玛格丽特到了适合跳舞的年龄，而且有个她心爱的人，也并非不适当了。